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让我们今天在神荣耀同在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求你降下同在，在你子民的敬拜中，求你显出荣耀，在你子民的赞美中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求下同在，在你子民的敬拜中，求你显出荣耀，在你子民的赞美中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宣告你的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行，使我们得安息，在你眼前蒙恩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宣告你的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行，使我们得安息，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向我们显出你荣耀的同在，主啊，我们渴望看见你的同在，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，主啊，这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，也求神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民数记十章十三到十七节，三十三到三十六节，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。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独，统领军队的是亚明拿达的儿子拿顺，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坦叶，
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。帐幕拆卸，葛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刚刚的经文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要摩西造会幕，然后有约柜透过约柜，神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要让约柜不但是停在那里，当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各支派在安营的时候，那个会幕在中间，然后约柜在里面。但是当神要往前，约柜要往前的时候，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往前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约柜要起行，而约柜在整个中心，然后他先往前行。在他往前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整个以色列各支派他们能够各就各位，而且各个都非常的整齐，然后有前面有中间后面一起接着往前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，第一个我们看见约柜不只是要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，在约柜那里神与我们相会，在约柜那里神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也看见神他是不断往前行，他也要带领我们，带领教会不断往前行。但是当我们往前行的时候，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看见，看见约柜往前行。他往前行的时候，在那里我们看见说有云柱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而云柱跟火柱现在我们看到所预表的就是圣灵的带领。当我们要教会要往前，我们要往前的时候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。另外一方面，这里是在这让我们看见约柜是在前头行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要往前行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教会我们个人我们往前行，而是约柜神的同在，神的带领往前，一起往前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求主恩待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，当我们往前，我们必须要与神对齐，而且不但与神对齐，是神带领我们往前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各就各位，我们要彼此对齐，而当我们彼此对齐，我们一起同心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往前，而有神带领我们，以至于在这里摩西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但是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看得见的约柜让我们能够知道看不见的神要带领我们，能够教会是能够往前行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神带领我们在前面，带领我们往前。但是我们彼此，我们跟神要对齐，我们彼此也要对齐。而在这样的对齐中间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能够往前，再往前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说，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谈到约柜起行。而在这个约柜起行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觉得神很特别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一次敬拜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位师母，她忽然灵里面的感动，就宣告约柜起行。
但是后来我们在祷告继续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受到是神要带领我们，带领台湾的教会，带领华人的教会，这个神同在的约柜不是停在那里的，要起行。但是要起行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很清楚一件事，我们一定要对齐，我们在对齐的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，而且神在我们前头带领我们往前。不是我们想要到哪里或者想要做什么，而是神啊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按着你的旨意跟你对齐，然后往前，彼此对齐，能够往前。而这一件事让我想到很特别的一件事，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啊，在去年这个11月22号那一次，我们有一个原客同行，原住民跟客家一起同行。而在同行中间，我们就感受到神在那里要让我们不只是一个聚会，而是让我们真正进入真正的同心跟同行。但是在那一次11月22好像神提醒说，这个日子要让我们能够原住民跟客家，我们必须要同心同行。但是在那次聚会的时候，原住民的他们的牧者，他们说他们为那个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很难祝福客家的教会，因为想起过去他们从山上带着农产品到下面然后来卖的时候，他们的父辈那一代，更早的那一代，他们来的时候被欺骗，被讹诈，所以他们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受伤，以至于很难祝福。而当他提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客家教会的牧者他们就起来向他们道歉，不但向他们道歉，而且那一次收的奉献本来是为客家那一次聚会的需要，他们就全部奉献给原住民，他们山上他们孩子到山下读书作为他们的助学金。弟兄姊妹，我就感受到神要我们在那里11月22号要原住民跟客家要对齐，不但要对齐，而且要彼此道歉，彼此相爱，而且甚至有一些过去的一些必须要有一些表示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后来在我们就在新竹那个尖石乡田埔教会的时候，很特别很奇妙，那一次我们不是我们选的，就是在这个2月22号222，然后我们在看那一天刚好是农历的1月11号，好像神再一次提醒说，是要对齐，我们要彼此对齐，客家原住民汉人，我们要彼此对齐，222对齐，跟神对齐，111彼此对齐。而在这样的对齐的里面，我们看到神在那个聚会中间，让我们在那个聚会的里面，我们原住民的牧者他们起来，特别一些主要的这些牧师，他们彼此道歉，他们觉得在过去的里面他们是在一起，但是过去有一些伤害，以至于道歉起来。甚至当他们彼此道歉的时候，他们比较年轻的牧者他们起来就为那些年长的牧者起来 洗脚。而在洗脚之后，后来为那个聚会我们大家一起奉献的时候，原住民的牧者他就起来说，我们决定把收的奉献全部给客家他们做宣教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从这里面让我们看见，是的，约柜要起行，但是约柜要起行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能够真正跟神对齐，彼此对齐，让我们在过去的里面，不但现在我们彼此的关系，包含过上一代上上一代，我们所有这些的伤害，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能够彼此饶恕，彼此相爱。在这样的对齐的里面，我们看见神才能够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往前。我们感谢主，是的，我想是不但是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，教会与教会之间，
族群跟族群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各就各位，我们而且这样的各就各位是透过不只是各就各位，我们要心连心，然后连手肩，手牵的手，肩并的肩，但是我们必须要里面彼此能够真正的切实相爱。我想我们知道啊，在台北这里木栅，木栅是什么？木栅就是要把这个原住民把它栅在外面，或者是我们知道这个啊，这个五堵或者七堵八堵，这个是堵什么？就是我们汉人在堵原住民。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些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，我们彼此和好，彼此道歉，彼此合一，彼此对齐，我们才会看见我们在约柜起行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同心的起行。而当我们这样同心起行，我们真的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心连着心，我们就看见神要带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看见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我们才会看见，当约柜停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你的儿女百万的人中间。弟兄姊妹，约柜要起行，让我们彼此合一，彼此对齐，不但族群，教会跟教会之间，甚至我们看见五重执事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彼此对齐，恩赐跟恩赐，不同的恩赐要彼此对齐，我们才能够看见约柜起行。神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台湾的教会，华人的教会，能够起行，看见神要带领我们能够征战得胜，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着来祷告。主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看见。主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看见。透过看得见的约柜，透过看得见的约柜，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中心，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中心。求你恩待，让我们知道。求你恩待，让我们知道。你是我们家庭的主，你是我们家庭的主，是我们家庭的中心，是我们家庭的中心。让我们做父母。让我们做父母，让我们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兄弟姐妹，亲子之间，亲子之间，与你对齐，彼此对齐，与你对齐，彼此对齐，可以各尽其职，可以各尽其职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同工、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。同工、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让我们也能够各就各位，让我们也能够各就各位，以你为中心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，以你为中心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主耶稣也求你恩待保守，主耶稣也求你恩待保守，在国度的里面，在国度的里面，让我们不管是哪一种族群，让我们不管是哪一种族群，原住民、客家，原住民、客家，让我们其他的汉人的教会，让我们其他的汉人的教会，让我们在族群中间，让我们在族群中间，让我们也能够以你为中心，让我们也能够以你为中心，彼此对齐，以你对齐，彼此对齐，以你对齐，以至于当约柜起行的时候，以至于当约柜起行的时候，当你起行的时候，当你起行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与你对齐，彼此对齐，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与你对齐，彼此对齐，我们就能够跨越，我们就能够跨越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我们就能够得地为业，我们就能够得地为业。求主恩待保守，求主恩待保守。我们宣告未来的十年是黄金的十年，我们宣告未来的十年是黄金的十年。因为约柜起行，因为约柜起行，我们跟随约柜一起往前行，我们跟随约柜一起往前行。祷告感谢奉主的名，祷告感谢奉主的名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恳求主医治我们过往的伤害，不管教会与教会之间，
还有族群跟族群之间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耶稣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耶稣，赚你来，不管是过去在我们代表的工作，或者是跟所有的一些上面，族群之间的教会，求主来赦免，求主来医治，做到我们彼此做保险，彼此饶恕，却做到我们做那个真正的享受，好让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同心。耶和华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带着医治和恢复。主，求你的光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不只是我们个人，甚至在教会与教会之间，族群与族群之间，主你来光照我们曾经在过去当中的纷争，还有一切的伤害，我们要从这个里面来脱离一切的伤害。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好像我们可以在主你的爱当中彼此合一，彼此对齐，我们就可以跨越，好像我们可以忘记背后那些伤害，我们可以跨越一切的那些痛苦，我们可以向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标杆一起前行。阿门。我们来祝福，继续祝福在台湾的众教会，原住民、客家、汉人同心同行的旅程能够继续对齐再对齐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就说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，做我们恳求你的事。阿门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主的名我们也来祝福。主啊，在原住民、在客家、在汉人当中，因着我们与神对齐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耶柜起行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要与神对齐，我们要也彼此对齐。主啊，我们一起同心同行的往前行。阿们。主，我们来到面前也祝福全球的华人，不管是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海外的华人，我们全球的华人能够同心同行，看见你的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彰显你荣耀。